全部馬匹準備妥當，二場五班，2200米長途再三目勁風雨，28蚊大熱2號起飛，飛快者。好，你一開閘手領表要慢咗，咁啊，國之鬥亦都喺後邊。前面快嘅馬，咁啊，中間位置第二國之勝啊，數出馬來之爭，最出飛凡者，內欄咧就兄弟勝啊，跟住個第四位內欄黃眼罩咧，仲有永常勝啦，拍住外邊嘅馬來之爭嚟噶，同一陣嘅馬啦，咁啊仲有埋面橙衫咧，咁啊掩遮大小咧，拍住佢出邊，咁啊大約喺呢個第六七位度啦，黃衫就係大掩嘅勁風雨啊，咁啊後邊嘅馬有仲要粉紅衫啦，再有多少包咗落尾嘅馬咧，就跟住難得勝利啦。好啦，接近對面直路啦，咁啊前面放出嚟嘅馬咧，7.6倍嘅起飛嗰只咧，飛凡者啊，跟住第二位咁啊要三位啦，兄弟醒啊，內欄第三黃眼罩有呢只永常勝啊，咁再後邊有第二國之星、腰尖大少、馬來之爭啊，再後邊粉紅衫咧就嗰只重耳啊，大約喺呢個第八位啦，黃衫嗰只咧就勁風雨啦，亦都二到三位啦，後邊嘅馬有首領啦、白氏神驅啦、尾四唐痴斗，後邊三隻是否落在其中？埋咧就係嗰只難得勝利啦。好啦，跑到對面直路嘅中尾段啦，過1000，前面帶頭仲係非凡者，咁啊位置上變動唔大噶啦。兄弟勝嘅第二位，永常勝嘅第三，後面嘅馬咧第四位有帝國之星、腰尖大少、馬來之爭、仲二同埋呢只咧就勁風雨啊。後面嘅馬咧就首領，外邊落在其中啊，白衫前藍帽咧就上咗尾五，後面四隻百事神驅咁啊唐痴斗，再後面兩隻咧就是否同埋難得勝利噶。好啦，入直路啦，前面。非凡者戰線兄弟勝就開始上嚟啦，跟住個第三位仲永常勝啊，後邊嘅馬咧見到帝國之星打緊邊啊，內欄腰尖大少出邊咧仲有馬來之爭啊，永常勝啊，兄弟勝後邊馬都變追翻上嚟啦，仲有腰尖大少。
Thank you.